下一次涨足了。啊，可贵州还是亚洲最低呢。啊，这愚人节不是已经过了吗？阿奈亚呢？哦，这个阶段我们还是要来看看航空业者怎么说了。航空业者说要调机票了。好，我们欢迎全民航空。哎，大家好，我就是最漂亮、最 hot 的。不好说，空姐。莫名其妙，一开场是我哎。这里面谁是最大咖的？你自己要搞清楚。你是小咖，你明白吗？啊，谢谢你说话，我来，谢谢。啊，处理一下。你这不对嘛，长幼有序嘛，又也是我先介绍，为各位隆重介绍一下。原来我是正妹呀，请问你？莫名其妙你。哎呀，对不起，为各位更隆重的介绍一下，这位在演艺圈。英俊潇洒，帅气挺拔，根本就是我演艺圈的一盏明灯。我根本就想叫他一声 father， 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大家都有小弟，我也有小弟了。好了，我们言归正传。今天呢，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坏消息：油价涨，水电什么都涨一通。对不对？就是人民的薪水不涨，我看咱们全民航空可能有倒台的危险，你们可能要另谋高就了啊！那我想说，万一你们被裁员的话，你们会想去做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啊？不是，万一裁员啊，万一裁员，我会去当职业军人。哎呦，比方说你们宝岛台湾有一个艺人叫。沈什么玉林了，好像已经去了。哎哦，对，跟我唱哦，我有一支枪，长短不一样，长的打共匪，短的带回家。不错，一个新人还知道尺度是可以的啊。你要去当军人当兵，如果那个扫扫地就有3-5万，真爽，兄弟。对，要改成募兵制了，啊。但是你没有办法去当的，你应该是刚刚应该是那种啊木兰那种当兵，你是女的，明白吗？啊，你想改行做什么工作啊？不好说。而他的意思是呢，他每次都说不好说，就像官员一样，每次都说不好说，所以他当官员最适合了。你到底想找什么样的工作啊？不好说。哎，他的意思是哦，不好说，因为他想选立委，选了立委之后呢，每什么人都可以当，每4年当一次，学爆了。你到底要找什么样的工作？不好说。不好说，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啊，你是想说这一趴的 ending 由你来做，因为上一趴已经预告了，你的 ending 应该是会非常的精彩，好吧？我们已经落地了，我们就先离开好了，好自为之，明白吗？啊，走了走了。我不好说，我不好说，我来到这里，我已经1年了，我还只是一个小咖，唉，只分到一句台词，但是其实我有很多话要说，唉，油价、物价什么都涨，就是我们的薪水不涨，我的心情就好像老百姓的心情一样，不好说，谢谢大家。其实我也不好说，刚刚他占的篇幅实在是太多了，真的不太好说。我们那个其实哦，要给新人一些机会了。我们要问一下年长一年姐哦，是知道你对影剧八卦是非常了解，没错。但对这种国际民生，今天我们油价涨了3块钱这件事情，你有什么看法？真的，因为我是一个资深媒体人，所以我不说大家不知道。像刚刚我看了那段表演之后，他其实不是不好说。他很单纯，就是说不好，所以这件事是有非常大的一个成长的空，非常大成长的空间。其实也不是说说不好，是最好不说了。是，对。那我是资深媒体人，我不说你们不知道。我今天带来几项重要的讯息，我不说你们绝对不知道。台湾中油的全名叫做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，这大家都知道。对，那你一定是听我讲的，对不对？我之前有告诉过你。再来呢，台湾的油价真的是全亚洲最低吗？哎，是哦，因为台湾的国民所得也是我们在亚洲比较这些国家里面最低的，这才烂透了，对不对？我不说大家不知道。再，我不说大家不知道的是，台湾这个油价其实最开心的是谁呢？就是中油的员工，因为有八点六万，有1100人，他每个月领8.6万，
他的国民所得，他领的这个所得就是我们国民所得刚好的两倍，他年薪都随便破百万。今天有一个重点出来了，有两家媒体报道了不同的方式，有一个说中油一个月他的员工福利要花掉1亿，那另外一家呢是讲说一年中油的员工福利要花掉1亿，这代表一个警讯，一个数字是什么呢？就是中油不管是一年还是一个月，你至少员工福利就会花掉1亿。所以这件事情真的很可怕哦，中油员工辛苦了啦，每天要跟这些废油气朝日相处在一起，真的是很辛苦，身体也不舒服，所以好好体恤你们是应该的。不过呢，中油的老板体恤中油的员工没话讲，那我们经济部长是不是也应该体恤一下我们所有的小国民啊？我们这些在为生活奔波的人呢，是不是？好不好？想一想，想一想。谢谢。好了，谢谢哦，谢谢我们那个年姐给我们的提醒哦，不管是1亿，是一个月还是一年，总是用了1亿了哈。来，我们进广告，马上回来。讲到油了，萝卜也是好，咱曾经在中国待过的了哦。来，现在的部长，来，施延祥部长，你先做决定。这个人家啊，常说我们是冻涨冻涨啊，冻蒜之后就会涨，其实不能这样解释啊。应该是长期啊低于市价的这个油价，尤其国际的油价一直在涨，我们要反映这样的成本，要不然未来会造成庞大的全民买单的负担啊。但是我们也要提醒啊，已经基本已经开始在买单了，买单啊，阿德陆续买单嘛，是没卖了哈，就是不是啊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到时候一次调涨10块钱，那时候才是吓人啊。现在一脚一脚2块、3块，一关股够占22%的呢。哦，还好啦，其中22%是其中官派啊，真的。也不是，就是反映在这个低于市价的这个油价上面了。但是我们要说实在，所以讲你中国员工20%是伊个空降的，真的。哎，没有没有没有，绝对没有，我记得在没有这个事。我要讲的就是说，还是50%。中油的员工也是很辛苦，每天加油，长期暴露在油气下面，也是会怕铅中毒。没错，中油宝宝，你们如果预防铅中毒，你们会怎么做？没错，如果我们预防铅中毒，我们一定要喝牛奶。啊，可是这样你每天这样喝同一种牛奶会不会腻？不会，因为我们还有巧克力牛奶。啊，还可以换口味的。啊，喝这个巧克力喝酒怎么办？又腻了。还有果汁牛奶。哎，问题你这3罐加起来都已经75块，已经超过油价2公升了。你这样预防铅中毒，结果自己买牛奶喝成这样，哦，所以说大家体恤一下中油的员工啊，哦，这个互相体谅，大家才会一起进步。谢谢。好了。